上来了。爸，我现在可以买鞋了吧？行，你先去选吧。谢谢爸。飞行员第十架飞机将在飞往福州最现实的全球执行。飞机将在2000加位的社区穿过了平面区域地。不愧是毒啊！这几双都好漂亮，还有优惠券呢。那是漂亮，跟你的分一样漂亮。爸，你怎么穿这身衣服？爸，那个鞋我不要。我看一下午的书了，一会儿打会儿游戏可以吧？差了两步。爸，我恨呐！你跟你妈妈主机一点都不热。等一下。爸，这次是我输。哎呦！我出门办事儿，你在家好好写作业。放心吧，爸。爸，你还没走啊？那我刚才扔垃圾去。哦，我上网查个资料。等我回来再查。爸，我有个题想问你一下。我要打游戏啦。啊，爸，我这是做作业，现在都已经科学时代了，我上网是为了查资料。哎，这，啊，爸，你听我解释，爸，你听我说，爸。